我教各位怎么打爆斩杀杨戬啊，进他的草里找他，哎，直接干他。你记住，你手里有护甲是绝对不怕他的，前期出个布甲直接追着他打。好，他死了。 A 单杀。你如果前期先出的打野刀或者其他的话你就死了，知道吧？一定一定要注意出装细节，队友给我标记了，往后小溜一手吃手恢复过去把这个螃蟹先收了呀。巧了吗？不是，拜拜。我就收个螃蟹走，不打，我没状态。然后把这个刺甲拉到草里，别人看不见我，把这个小刺甲再收了。好，节奏起飞。如果杨戬也出护甲，哪有那么多如果，他出啥他都死，按我的打法准没出我。他出护甲他还抢线，那不纯傻逗吗？对吧？怎么说这一波要让我卖啊，宫本。我不敢上，他控住我我就死了，知道吧？你怎么没事啊？哎，幸亏没控住我，不然我就死了。就这么夸张，杨戬的爆发就是这么高，各位。他一技能有斩杀伤害，然后他还带了个斩杀，一定一定要小心，知道吧？这种杨戬，这个螃蟹得晚一点刷新了。刚才我们打的比较慢，但是我们已经成功给他干爆了，知道吧 ？OK， 还不刷，应该快了。快快快秒掉，然后接下来就需要疯狂堆护甲，知道吧？他这种物理输出就怕高护甲，一旦他秒不了我们他就很弱了，知道吧？中线去了，刚才一大波线他没吃到，被那个金蝉给吃掉了，所以他就吃中线了。然后对面红刷了，李元芳打野，说明李元芳打到这个红了。这里我是不建议大家去反的，首先野区有保护机制，其次红 buff 对这种远程英雄有特别大的加强，知道吧？咱们摸不到他的红 buff 就能碾死咱们，所以说不要去反，很容易死。然后他刷完红可能就在我这附近绕啊。杨戬把线清了，把线清了他会上来，他现在是刷两路，但是我不敢漏，李元芳没漏吗？OK， 现在可以进去走一波了。这里野区刷光了，说明李元芳已经从这个位置走了，他已经到下路了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堵住杨戬了啊，因为上路就他一个。但是他不鸟我，那我们就继续发育。他又去吃中了，他亏了好几波线，他一直吃中线，我们断线，直接选择断线，尽量让他亏线，然后去他的必经之路上堵他，堵他，堵住他，打他一套啊！哟，跑这么快。那没办法，反条猪吧。这小猪好久没刷了，应该快刷了，提前在这里蹲好啊。佩奇一家好久没见了。意识加直觉。先刷掉，杨戬来了，别急。二技能刷掉，大招。A， 把他骗出来。骗出来打。在野区我有那个免伤。哎，他有回血，先不着急。我也吃中线，对吧？刮一手。哎呦，他这个斩杀我是真的有点怕呀，各位。我吃了。斩杀太克制程咬金了，我血量越高他斩得越高的。这个野区我是不能入的，但是他这一波没状态，我们可以继续打杨戬啊。回去吃血包了。他们想秒我。二技能加大招直接开，根本不吝啬，只要守住塔这波就是赚。对面人很多的。别打别打。我抗压去下路打。 OK， 你这杨戬以为自己很猛吗？8秒钟，你们压不掉我的塔。5秒钟，又发起进攻，你老让我卖呀哥们，我是真不太想卖呀。他没闪现，哇，他没闪现，哦，能追上那当我狗，是我狗叫了兄弟。 A， 对不起宫本哥，拿下。3900竞技，全场最高。短波线，短波线，短波线，换路，换路没必要啊，我这节奏这么舒服。杨戬复活了，
杨戬复活了，我们先把他塔给他拆了，差两下，两个平 A 解决。走，直接走！我靠！我靠！哇！哎呀，没有不死鸟，本来就打不过法师，但是而且尤其是这个法师，他第一剑出梦魇啊！我这波死的没有魔抗就算了，他第一剑出梦魇啊！而且他5000多荆棘，我的天，一个金蝉打这么顺，哎呀，这一波我是没想到金蝉能把我秒了。没事，继续断线，我现在一个红没反的，我现在很弱，得想办法反到红了。都7分钟了，野区还没接管呢，好弱啊这一把，快打快打。李元芳有双 buff， 那这里有野怪的几率不大，等上下一波吧，等下一波先断线。对面双射手，双射手的话反甲是特别克制的，而且这把是可以考虑不祥征兆的，因为对面双射手。先看情况吧，如果说逆风逆的很大的话，我建议大家出不祥征兆，先出反甲，反甲肯定是首选，然后把野怪反掉，我们去推他，开了好多个，看看有没有机会，如果有机会先去打架，没机会的话就去推他。这个金蝉能杀的话一定要杀一下，这个金蝉太重要了，死了就行，我们去推他。虽然我一技能跳得有点尴尬，如果说刚才金蝉跑的话，我肯定要去杀金蝉的，因为金蝉是对面经济最高的，他死了对对面影响很大的。这个红好久没见了， OK， 把红秒掉，刮他一下，开始撤退，撤退，再刮他一下，加个惩戒，开大炮，怎么会被杨戬吃了呀？你还敢跟过来？我靠，这是我没想到的呀！没大了你还敢跟过来？想杀我？我肉死你！我年轻，队友又开了，队友又开了，我们先去断线，吸引火力，知道吧？必须吸引火力，上路最少两个人起步，不然守不住。宫本是一般会出吸血道的，所以完全不用帮他打，他不会受伤的。金蝉这个状态不是很好，李元芳状态也不是很好，李元芳在上路清线，中路是狄仁杰，是杨戬。怎么开杨戬啊？算了，给先开他就秒他吧，先。哪里跑？都不想征兆，来恶心死他们！两个射手，让你们选这么多射手，恶心死他们！给他们一人减一波攻速，这波推不了了。你们有没有感觉，就是比昨天的直播看着不是不流畅？就是我这个帧率好像调错了，今天直播乱杀乱杀就是肉，他不跳他不跳我没办法啊。李元芳跳了他就死了，他不跳一波，我感觉有点不顺，我是感觉有没有昨天流畅的，应该是没有超清模式了，拿下拿下。